亚特拉米德虽然看不见你，但他听得到你恐惧发抖的声音。亚特拉米德，我听到你的心跳声。游戏开始吧。 在黑暗里等待着，我会让他们知道，让他们痛知。啊！我听到你了，我听到脚步声了。 你躲不掉的，！我的工作无比重要，别烦我。这应该放到服务台。完工了。
我的手牌太重了。完工了，竟敢挑战死亡之翼的女儿！为了黑翼，非常感谢。很好，继续说，我正在找你。真可笑。你杀死了一只失明的龙。应该感到羞耻。